若说啊，几天以上，这些节当下论的日子，若说啊，从心情暗暗打发两个人作探子，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天婆，夜里告知新人去了，来到一个妓院，名叫拉合的家里，就在那里通我。你有人告诉夜里告王说，今夜有一些猎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。三夜里告王打发人去见拉合说。那来到你这里，今有你家的人要交出来，因为他们来窥探全体。四五人将一人换床，小皮答说：那人个人到我这里来，他们是从哪里来的，我却不知道。天黑要关上门的时候，他们出去了，往哪里去，我却不知道。你们快快地去追赶，小皮追上。六。先是五人，两二人双方当将他们从在那里所拜的无计中。七，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口吐口，追赶他们去了。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，上门就关了。八，二人犯门就通我，五人就双方当到他们那里，叫对他们说：我只偷着佛法一件八戒提示给你们。并且见你们的人故，我都惊慌了。这次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。十，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耶和华正用在你们前面四分开的水干了，并且你们正用太约旦河东的两界阿摩利王西平肥恶将他们进行杀灭。十一，我们一听见这些事，心就消化了。因为你们的人故，并不一人担要担起，也无把你们上帝搬在天上天啊，上天下地的上帝。十二，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，求你们支持也无把，像我意思，我要恩待我夫家，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。十三，要救发我的父母、兄弟姊妹和一切属他们的啊。尽叫我们性命不死。十四，依然对他说：你若不舍了我们的这件事，我们前因替你们死。耶和华将地这启示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。十五，于是五人就从此将依然从坡里垂下来，因他的房子是在墙城墙边上，他也住在城墙上。十六，他对他们说：你们且往山上去，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，要在那里闷藏三天。等追赶的人回来，然后才可以照你们的路。十七，依然对他说：你要这样行，不然你叫我们所去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。十八，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，你要把这条中做奉献。顺势在我们下麦起的重复上，并要是你的父母之兄和你夫家的全家都出席在你家中。十九，凡出了你家门望街上起的，他的催别跪到自己的后巷，与我们无关了。凡在你家里的人若有人哈笑开他，料他日的催促跪到我们的后巷。二十，你若舍了我们这件事，你叫我们所去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。二十，五人说：照你们的法行吧。于是打发他们去了，要把祝福先顺势在重复上。二人到山上，在那里住了三天，等着追赶的人回去了。追赶的人一路找他们，却找不着。二三，你人就下山回来过了河当论的日子，就说那里向他所做你的一切事。二十四，又对约书亚说：耶和华个人将那全体交在我们手中，那天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。